念平。这球打出去，安打吧，又被三垒手铃木大地给美纪没收了，冤呐！这一个半局，这个严红军的那一棒应该是有机会，因为一个弹跳上垒的，哇，这没辙啊！所以人家防守的一个稳定性，确实是我们中华队要学习的啊、哦。这真的是五星美技，球就进在虎口的上缘。